想要学好一门外语，除了学习课本上的语法和练习发音外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多交一些外国朋友，多与他们对话交流。无论是一起吃饭、看电影，还是聊天，都能不知不觉地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。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用中文邀约朋友吧。你这周末有空吗？我周六要去皮肤科，但是周日有空。那我们周日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好啊，我们几点见呢？下午2点在电影院前面见。好的，那周日下午见。중국어로읽어봅시다。你这周末有空吗？我周六要去皮肤科，但是周日有空。那我们周日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好啊，我们几点见呢？下午2点在电影院前面见。好的，那周日下午见。今天邀约朋友的常用语大家学会了吗？希望大家可以活用起来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